看一下那个讲座，拿回来，你看清楚，他叫金怎么讲？别讲，他叫金怎么讲？对镜头说，金钟奖。我其实觉得，我来到金钟奖的时候，入座的时候，其实觉得今天已经够了。就是在我身旁的都是我平常很喜欢的演员，有的是从我小时候就看他们演戏长大的，然后很多很多就是我最近在很喜欢看台剧，很多都是我最近看的影集里面跑出来的人就坐在我旁边，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肯定是说，哦，原来我自己的在戏剧表演上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拿出来相提并论的。那在这个前提下，我内心就已经得到很大很大的满足跟感恩跟幸福了。对，所以我今年第一次来金钟奖，我非常爱金钟奖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在表演这条路上去精进自己，希望未来能够常常回到这个盛会这样。会的，你金曲金钟双冠王，下一步就金马喽，加油！好，好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讲了什么，然后我都在哭，你可以再哭一次没关系，我刚刚都在哭，但真的很感谢牛头来剧，然后感谢导演，然后感谢公司，然后感谢制作，就是给我一个这么棒的角色。然后因为其实以前当姐姐，然后变同道一，然后变成演员，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看好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有一些挫折这样，但是真的很谢谢评审，就是金钟评审看到我的努力，很谢谢他们。你很棒，两句台语感言呐、啊欸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可白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希望大家当支持舞车来去，也希望其他演员当提奖，多谢多谢。